在这儿啊，测一测这个方位，看看行不行。怎么样？我戴上这帽子是不是很帅呀？啊，因为把头发遮上了。今天是 Clark 的最后一天，然后下午1点钟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再过一个多小时，我就坐他那个大巴啊，通过7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回到布达佩斯了。然后我看看我的寝室室友有没有对我的床啊，对我的东西啊做些什么，因为他非常喜欢用的东西，我非常反感的这一点。录一个最后的一个视频。OK。